老花一开箱，哎，今天呢是一个六倍利。好多话说你不整点六倍利吗？不是不整，我想看看目前市面上都什么价格，什么苗型，是吧？另外呢，也给大家先叨叨一下养护，然后后期呢就可以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价格呢是24.8块，咱们先打开看看如何，好吧？先开箱。花盆比较大，六倍利的根系也是跟六簇花差不多啊，它长得特别的旺，这个根系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洗光，怕缺水，缺了水以后就不行了，比较吸水，缺了水以后就不好看。苗情很棒，很旺盛，24.8块的价格也不算贵。哎，你看下面，看到没？这啥？这就是理由，理由。这么多？就是说它怎么说呢？它长的那些个营养哈，它没地方长，长得就有点像菜花那种感觉了，知道吧？它的根系会很旺的，这种东西很好活。你像这一只，看到没？这上面不全是根吗？你给它剪下来，插到土里面，它就是一根新的，跟六簇花如出一辙的。有的话说，我想要分盆，你想要分盆啊？这个有一个最简单粗糙的方法，菜刀，我上菜刀。怎么刀都整上了？对，这个玩意儿，很多的话我分盆的时候我不会分，分盆的时候有啥不会分的？看着点，就这样。死不了，这玩意儿根系很霸道，你想弄死它费点劲，看到没？哎，这就一分为二了。对呀，太多瘤了，瘤的话可以剪了它。这个呢，哎，好的，这盆呢咱们养好了送给花友，这盆呢咱们自己留着养好了。其实还很简单，这个东西一插就活，很好活，养着吧，先这么地吧，就这么地吧。来换盆，入土为安，要不然怕花友们打架，要不然再分一盆出来给他们，再分一盆给他们吧。要不然有的话说，老王你整回就整一盆，这回我大气一点，两盆。下刀的时候你得看着这个主的这个地方，对吧？你别到时候你光学，你别瞎学，你别到时候把这个重要的都给切死了。你看这就分出来一盆很壮的，是吧？就行了，哎，直接就小盆就行了，这回。有话说，这个根系受损了，你操的心不操？垫什么底土？它都这么高了啊！先长着吧，别垫了，别研究那些了啊！啥不垫了？啥水料也不用先，等下回先等它缓应过来哈，先等它缓应过来，浇一遍透水，等它反应过来再研究下回施水料的水。你看它其实心里边不长多少根，它就往外面长，知道吧？看到没？这个东西有意思。这个时候啊，像大家像我这么操作的时候，尽量的用这种比较好的土，这个就是老花一配好的这种通用型的一个配方土的一个资料了。如果说大家用一些个带有菌的一个土都感染了，它很容易不活的。先别着急施肥的，像这种破坏过根系的花就先别着急施肥。如果说花友们家里边空气湿度很干燥哈，您就把上面这给剪了，知道吧？把花给剪一剪，稍微剪一剪。我们大棚里面空气湿度很高的就不用剪了。因为话说我也想提高空气湿度，你可以啊做一个模拟的，用塑料袋也行啊，套一下这个框架什么的，对吧？这都是一个办法，好吧？这一颗都被蹂躏的都不行了，剪了吧，剪了重新插吧。这个脑袋活不活吧，行吗？这个留着呗，万一行呢，是吧？其实这种真的不如那种长出来的好，你不行我给你们做个实验也行，咱们用一样的东西种。哎，这几盆活了长满了根，我就给花友们寄过去了。这回你们不能说你运气差了吧，是吧？我觉得应该是点赞分享和转发的应该都能有上。
一盆花被我分出来那么多，然后呢，像这种石蟹，它有的没什么根儿啊，大家可以让它发根儿，刺激刺激，是吧？就这样啊。洗手这一段你就先别学了哈，我手上弄得脏了。往里面加一些生根叶，用的呢是汇丸生根叶，这个就比较旺盛，可以多加一些，因为咱们是有扦插嘛，你可以稍微多加一些。好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也别太多了，多了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。搅拌一下啊，浇肥就行了，正常的当肥浇，一遍不容易浇透的，各位醋包一定要盖它一下，可能还要再浇一遍，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。很多的花友就浇水很敷衍的，它就浇一遍它就不再浇了。像这种咱们破坏了根系的这个哈，如果说它不发蔫儿，这个哈，你就可以先暂时不浇，等它略微发蔫儿一点再浇比较好。因为像伤口那个位置呢，它也会适当的去结一结，就是没有那么的伤瘤啊，这了那了，你可以晚一阵再浇，这个可以再晚两天，晚上一两天浇，好吧？像这两颗都是那个道理，看它略微发蔫儿的再浇，估计到中午头就发蔫儿了，一定要浇上水，再给呢就先给它浇上。有六盆啊，有六盆，好吧，应该每个平台都能有了啊。记得分享、点赞和转发吧。24.8块弄出来这么一大堆，我这话说，老网友看你操作好简单啊。其实您看的简单，这种东西都是积累经验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需要很多硬性的一些条件，你比方说这个空气湿度啊、光照啊、温度啊。你像冬天要这么玩，这肯定嗝屁啊，是吧？要齁冷的话，好了，一个六倍粒的一个分盆啊，好像没给大家说到养护，视频有点长，就先到这儿了。苗情呢，咱们就给个满分吧，你才20多块钱，咱分出来那么多，还要啥自行车？等后期他们这几个都活了，我给花友们来一期养护的视频，顺便就把这些都一并给人发过去就行了。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，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哈，点赞、分享、评论、转发。我老王一，养儿子的一，拜拜。